各位三知识，刚才说明的汽车高管、车体、车厢、车子用，那简单说明啊，都是指的我们本有的真心离体啊。讲了那么多，要就得到真正了解好像是比较困难啊，因为他是借这个比方啊来说明这个道理。这个比方的比方，我们会觉得反而难懂了，所以我们只要简单了解上面所说的呀，就是指这个真如自性、诸法实相这个离体呀，实是一切众生本有的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。既然我们大家都本有，为什么叫做长者所思的呢？就是说没有经过佛说呀，我们不会知道。那么佛说就我们知道了，那等于是佛速界我们一样啊，等于是他是的。虽然是本有的，人家不指明你不知道，现在给你指明了，你得到这个广大的受用，这就好像有指明的人呢赐给我们一样啊。所以叫做长者个个等是一个大车，解一切众生啊。那么就是使众生都能够开始悟入本有的佛智之间啊。那么出佛出现世间的目的啊，才算是究竟达到了。那么到这里为止，就是是心等啊，解释这个心啊，长者之心是平等的，这个道理已经说完了。下面第四，诸子得车欢喜，那些三十子们得到这个大摆牛车呀，好高兴呐、啊，欢喜的啊。看这经文就在84页啊，接下去说，是时诸子各甚大车，都未曾有非本所亡。这四句啊，就是诸子得车欢喜比，三圣根性的诸子们啊，出了火灾之后啊，长者平等各是一个大车给他。所以说事实就是出了火灾，长者给车的时候，诸子三圣根性啊，就是有缘众生蒙佛得度啊，各甚大车，个个都亲证本有的真如自性，各甚大车啊。那么就是开山显义，亲证诸法实相啊，都未曾有，从来不曾得过的，今天得到了，未曾有就是不曾有过。既然是他出来的目标是求羊车、鹿车、牛车呀，现在出来不但是啊得到这个油车，可是比自己原来所祈求的羊车、鹿车等啊要好的千万一倍啊，这他不敢想得到的，从来不曾想过的，所以叫做非本所望。今天出来得到长者寺的这个大摆牛车呀，不是三十子们所希望的，他起初不敢想啊，不敢想了啊，他根本就不敢想，可是不敢想当中现在得到了，所以叫做所得的比自己所想的呀胜过千万一倍呀、啊，没有办法来比方啊，那个高兴那还用说吗？所以叫做得车欢喜呀、啊，因为非本所望，所期望的只求羊车、鹿车，现在得到大摆牛车，这不是超过了吗？所期望的只要出三界断烦恼了生死，证阿罗汉果、证比丘佛国，就够了。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到了保守啊，得到大摆牛车啊，就近诸法实相啊，这不就非本所望吗？都未曾有了吗啊？那么今天这从来不曾有过的现在都得到了，所以非常的高兴啊。这就是第四诸子得车欢喜啊的比方。下面的经文呢、啊、第四
无希望比啊，比这个长者前面所做的啊，是实实在在的，没有假的，没有希望的啊，所以叫做无希望比。无希望比的科判里面有三段，先问次答，第三速探。先说问，舍利弗，以鲁意云何？师长者等是等于诸子珍宝大车，您有希望否？佛提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来问舍利弗，啊、嗯，哎，舍利弗，在你的心意认为怎么样啊？你喜欢安乱嘞？哦，你心里想的是怎么样？啊、嗯，你看刚才我所说的比方，那个长者等到三十子们都出来之后啊，平等给他一个大车，等于于就是给，啊、嗯，平等给三十子们珍宝大车，大白牛车很珍贵的。七宝所成的，每个人都给他一辆。同样的，本来是跟他们说我们外有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那个牛车是水牛车呀，不是大白牛啊。前面的三车的牛车是水牛车，最古家啊，比较好玩而已啊，并不是大白牛车那么好。现在出来了，通通给他一个大白牛车啊。那么既然他起初说的跟现在给的不一样，那么这个长者有希望吗？意思就是说有欺骗他的心情吗？是不是欺骗了诸子们呢？佛这样子问舍利弗，那么借舍利弗的口中啊，说出佛的没有希望，长者没有希望的道理。下面舍利弗就答复，就是答。舍利弗言，佛曰：“世尊。”舍利弗答复说：“没有这个事情啦。”佛曰：“这个不字啊，念佛。”佛曰：“就是没有这个事啊，不会希望这个长者没有希望。”世尊呢、啊，这个长者虽然是先给说要给他三车，而出来了给他大白牛车，长者没有希望。怎么说长者没有希望呢？下面加以解释。嗯，是长者。但令诸子得免火难，全期俱命，非为希望。嗯，别说是给车了，因为三十子们都在火贼之内呀、啊，将要被烧死。哎，假如这些儿子们如果不出来的话，长者不用三车引诱他出来的话，那么他们都要被烧死。那么这个长者引诱他的方法，用三车，啊、嗯。只要使令这些儿子们免离火贼被烧之难，不致被烧，能够处理火贼而不被烧，全他的生命，聚就是生了、啊、他的身体的生命啊不会丢掉，能够完全保住他的生命，这就不希望了啊！别说是有野车了，只是叫他们出来，我有三车给你，那么他们出来了就不给他车，也没有希望啊，何以故？若全生命啊，便为以得完好之居，恍惚方便一臂火灾而拔地之。怎么说给他全完全这个生命保住了就没有希望呢？因为生命最宝贵的，人呐、啊，碰到危险的时候，什么家财什么财产，整个都可以丢掉，只保持一个生命就好了。例如人碰到强盗土匪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他，只有保住这个生命就够了。现在他本来会在火贼里面被烧死，现在把他引诱出来不被烧死，使他的生命完全，全他的生命，那么得到这个生命还保全呢、啊、那就已经得到最好玩的东西了，变为以得完好之居啊，有了这个生命不就最好玩了吗？没有生命再好玩的给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还能玩吗？没有生命了，没有生命玩什么？凭什么去玩？不能用灵魂去玩了、啊，啊，有了这个身体生命啊，什么好玩的东西都可以得到，啊，所以啊，留得青山在，留得青山在啊，不怕无柴烧，啊，
心脏留得住啊，不必怕没有火柴了；身体上面留得住啊，不必怕没得好玩的东西了；身体上面留得住啊，不怕没有钱了；身体上面留得住啊，不怕没有车了。现在给他留着这个生命，那么就是等于已经得到很好玩、他很喜欢的东西了。何况长者服用这个方便，在这个火则里面拔济他们出来，使他离苦得乐。世尊，若是长者乃至不于最小一车，又不希望。世尊呐、以我舍利佛来想，这个长者呀，既然把这些儿子们把他引诱出火贼了，保住他的生命了，出来之后就是别说是大车了，乃至不给他一个小车，最小的玩具的小车也不给他，这样也不算希望啊。因为目标是要他出火贼嘛，不是要给他得好玩啊。好玩是第二第三的，目标是第一，要他保住生命，能够处理火贼。现在既然从火贼出来，就是不给他一个小车，不给他一个玩具，也不会希望啊，有不希望，尚且不能叫做希望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何以故？是长者先做事宜，我以方便令子得出，一是因缘无希望也。为什么说只要主子出来不给他车没有希望？何故呢？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个长者呀，引诱主子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心里的打算，先做事宜，长者心里这样想，我要用权巧方便，使令这些儿子们得出这个火贼，不要被火所烧。能够处理火则，目的就达到了。于是因缘无希望也。目标不在给车呀，目标死离火贼。只要死儿子们处理火贼了，超出三界了，目的就达到了。何况长者呀，自知财富无量，欲饶一株子，等于大车。那么怎么会有希望啊？更是没有希望了。不给他一个小车尚且没有希望，现在还给他超过的东西，本来给他洋车路车，现在给他一个大摆牛车，太好了。等于以现代化来说，本来是给他一个卡达恰，卡达恰有卡达哦。现在给他一个粪射机，超音波的粪射机，3秒钟就可以到美国，那这个太好了。本来是给他一个卡达枪，现在给他一个超音的这个飞机，粪射机，哪有比这个更好的？太好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个长者怎么会有希望啊？那怎么能说他是被欺骗呢？绝对没有这个欺骗之事，因为他的用意呀，不在乎给车，只在要他出来出三界，乃至证诸法实相，目的就达到了。所以长者没有希望。那么这是舍利弗的答复，下面是佛的俗叹，长者没有希望，佛就对于舍利弗的解释很满意，所以佛接下去就说：佛告舍利弗，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言。这就是第三俗叹，善哉就很好了，您说的很好，连说两个善哉，就是说你说两种都实实在在的话，目标是引诱他们出来，目的就达到了。不但是没有给他洋车没有希望，就连小车不给他也没希望，何况现在给他大车呢？给他大摆牛车更是没有希望了。
那么佛对于舍利弗的解释很满意啊，就再赞叹说：“你说的很好，善就是好，哉于我一生，啊，就是这个化我的叹的慨叹声了，你说的真好啊，你讲了假好假好啊，很好很好，就善哉善哉，好极了。”或者你会问：“佛没有欺骗人，没有希望，佛自己说不就行了吗？何必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，要由舍利弗来说呀？”你应当就知道，上面的事情都是那些比方啊，都是佛自己说出来的。佛自己说出来的，本来要给他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现在给他一个大板牛车，以最初的心念不相应，如果以佛自己来说呀，取信为难，要使人相信比较难了。哦，那你自己自以相为。你自己的手掌打你自己的嘴巴，这样子怎么能通啊？所以要借舍利弗来说，舍利弗来说呀，大家就会彻底相信了，大家会很认真的听舍利弗的解释啊，有道理，所以有些开玩笑的好笑，他说，我有一次这个年轻的时候学讲经啊，那个听经的人呐、调皮，他听到我讲的道理。好像是说得不错呀，他就写个条子，拿到我的桌子法桌上来，他怎么写呀？说得有理，茶喝一杯。好了，我来喝一杯茶。这个小孩子讲经啊，他就开玩笑，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，学习讲经，他说得有理，这个同学他就来了这么一套，写个条子拿到你的法桌上来，说得有理呀，茶喝一杯。舍利弗这一说说的有理呀、那么佛就叫他喝茶了，那么你说的真有道理，所以再赞善哉善哉，如如所言，照你所讲的一点没错啊，你说的跟你完全说对了，那么一斤就是十六两，十六两就是一斤，你完全说对了，一点没错啊，要经过舍利弗的嘴巴说呀，就是要取信于人，经过舍利弗说佛们有希望，没有骗人，那这实实在在，那么就完全可以证明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来所说的法通通都是真的。前面所说的声闻法里面的修行五停心啊、四念处等等，这些就是大圣菩萨道照样要修的，必定要从这个地方经过的，不能说你行菩萨道就不必修这个，没有这个事情，只是你的心发的大一点就是了。这个比喻瓶的长稳呢，第一是利比建立这个比方，到这里为止啊，利比说完了，建立比方的意义说完了，下文呢法合，就是用法义啊来和前面的比方，前面的比方啊就是说下面的那个法义啊，就是我前面说那些比方是什么道理呀、就是下面的法合。用这个佛法的真意来和前面的比方，实际上以经文来看，这个法合的文字啊，比前面的比方好懂得多，而再增加古的，这个智者大师的解释啊，那更是高深的不得了了，因为在那个时候需要这样说的，在智者大师那个时候讲经，如果像我今天这样讲的话，我看听众都要跑掉了。因为他觉得这个太淡了，我泡的牛奶呀、是一点点奶粉呐、泡上这个三大桶的水呀、他喝的没有味道，他都会跑光的。那个时候的人不能像我这样子讲，那么钱他不会接受，因为如果像我这样讲的话，那个时候的人个个都会讲，而且要讲的比我好得多，那么对于那些人，你必定要深讲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必定要五重玄义，玄之又玄呐、他们才觉得够味道，才过瘾呐、不像我们现在，现在我讲稍微深一点的道理呀、老实说我说不好讲不好，深理呀、不是自己亲证的都是人家的脆暖了，再把它拿出来剥一剥啊，总觉得不是味道啊、总觉得还不是自己的吗？
既然不是自己的，无论你怎么说，横说竖说，说的总是不是自己的，都是人家的，啊、所以禅宗祖师说，从外入者不是家珍呐、啊，从外入者不是家珍，从外边进到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，这个不是你自己的，说来说去还是人家的，谁的？释迦牟尼佛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啊。那么因此自己没有亲证呢、啊、说的总是不够亲切，我就是说实话啊，我不会说希望说实话，自己没有亲证说的不够亲切。为什么不够亲切？你自己还不到这个境界，自己不到境界只是凭文字上说说而已呀、啊、那你文字看得懂得再多呀，说出来的还是人家的啊。所以法华经这类道理我也讲了好几遍了，可是你到这次要讲的时候还是要重新再看，不看整个忘掉了，老早就放回经藏里面去了，哪里还保存在脑子里面，所以还得重新再看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如果自己没有亲证要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很困难。所以呀、啊，有的时候讲到这个生理知识大概的说，有的时候好多漏掉也没办法说出来啊、本来应当需要讲的有的时候也讲不好啊、所以佛法呀还是要靠自己亲证的，主要是自己实验真真实实去修行，得到的真正的境界那才是实的，那才是你的啊、不是从外入的，不是外来的，那么只是从外入的，那不是家珍，不是你自己家里的珍宝啊、必定要从自己内心里面亲证到的才是你自己的。下面就是讲法和啊、法和的科判呢啊、就一样是分两段，先和总比，然后和别比，因为前面的比方有总比别比呀、啊、所以现在法和的时候一样的也有和总比和别比啊、不过不是跟前文完全一样啊，没有办法完全配合啊、现在我们只能按顺着经文呢、啊、做个简单解释啊、因为差不多都是前面讲过的，既然是讲过的就不必细讲，顺着文字消文就行了，但是不会完全一样啊、你看着文字就可以知道啊、不必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的对下来啊，太麻烦了。和总比分两段，第一和长者等比，先和前面的长者等着，他前面还有三段文字通通包含在里面来做一个总比，第二和三十子比，跟前面立比不完全次第，没有办法一一配合，先讲第一和长者等三比，前面三段文合并起来把它合完。舍利弗，如来亦复如是，这句话先总和啊，佛出现之间跟前文所说的完全一样，如来和前面的长者亦复如是，跟前文说的完全一样，这为一切世间之父啊，前面不是说长者是诸子们的父亲吗？佛一切世间的大慈悲父啊，三界大师四生慈夫吗？佛是三界大师四生慈夫，既然是太鸾师范四生的慈夫，所以这位一切世间之父啊，就是这是和前面所说的国义俱乐啊，国义俱乐里面有个大长者啊，那么这个长者父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以诸部位虽恼犹犯无明暗蔽永尽无疑，这说明佛的断德。成佛了，世间一切的部位啊，所谓啊不活位死位等等，这些通通都没有了啊，这个五岁烦恼忧愁灾患无名烦恼黑暗障蔽，这些通通都消灭了，永尽无疑。简单说，烦恼完全断尽，
就是平常说的五住就近，二死永亡啊。所有的烦恼完全断尽的见识尘沙无明，烦恼断尽，分断生死、变异生死，通通都尽了，都没有了，这显示断德，佛果上的断德。而是成就无量之间，这就是显示佛的智德啊。以下是显示佛成佛以后的智慧功德，样样具备啊。那么这就和前文呢说其年虽迈等等那些文字啊，具备无量之见啊，力就是实力，无所谓就是无所谓，是实力是无所谓，就是和前文所说的啊，佛有具备种种的财富无量啊的外德，有大神力、大神通、大文力，就是佛身修禅定所得的无上的境界，就和前面的田都田泽啊都有田泽啊。那么有大神力就是都田，及智慧力就是都贼啊，就是房舍了。智慧必定照镜，不照镜不叫智慧，智慧照镜啊，镜就是身所托的地方，那么身所依托的地方就是舍贼，所以呀、啊，智慧力就是表示前面的舍贼啊，多有田贼啊，有大神力多有田，大智慧力多有贼，具足方便智慧波罗蜜，总和上面的多诸同仆啊，好多使用的人，说明佛国上的房全巧方便度众生的那些啊方便都具备，大慈大悲，常无懈见啊。佛大慈大悲就是和上面的多诸人中啊，乃至五百人都是在佛的大慈悲心的福祉之下啊，佛度众生没有懈怠，没有厌倦之心啊。懈就是懈怠，佛经常精进度众生，没有修心啊，没有疲倦之心啊，就是没有修心，没有懈怠，没有疲倦，一向是精进努力，大慈大悲度化一切众生，恒求善事利益一切，善事就是好事，恒常追求一切好的利益啊，使众生得到利益，一切众生，这个一切就是指五百人，五道众生。佛恒求善事来利益度化世间一切众生，而生三界朽故火贼，这就是和上面的舍贼比啊。佛来这个三界里面度化众生，示现啊降生做太子，出家修行成佛啊。那么这就是三界，就指前面的齐家广大哦、啊，这个家庭很广很大，就是三界。朽故的意思前面讲过了啊，就是拿这个前面的比方来叠这个法义。这是上面是和长者等三种道理的比方，以下第二和三十字等比啊，前面的总比里面三十字等又有三段文，现在总合起来合法。为度众生生老病死犹被苦恼，于此暗蔽三毒之火，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众生就是指有缘的啊，先得度的有缘的众生就是三十子啊，为了久远替他众善根的这些三圣根性的众生，要使他免离世间的生老病死，有悲苦恼，愚痴暗蔽啊，三毒就是贪嗔痴啊，这些烦恼就像火在烧啊，就和上面的火起比了啊。那么甚至火在升起来的烧了，众生在苦恼当中被苦火所烧啊、嗯、佛出现世间要教化使他令得无上菩提，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，也教化这些众生都要成佛啊、嗯、这就是和前文所说的啊、只有一门出三界，只有一门，
就是一个大乘法门，就是一个一佛乘法的门，从这个门出去才能亲证究竟佛国啊。或者你一个狭小之门出来，进到大车之门啊，而成就无上菩提啊。下面是和别比了，和别比的文字啊有四段，先和见和比，第二和舍机用车比，第三和等式大车比，第四和无希望比，还是跟前面的比说里面的四段文啊配合起来，不过文字意义啊不能完全一样，见诸众生为生老病死由悲苦恼之所烧烛，看到这些众生啊，见就是指前文长者见的那个见啊，跟前面的长者见的见字啊相应啊，这是佛见，前面比方是长者见，看到一些众生被这个生老病死由悲苦恼之所烧所煮啊，火在烧啊，滚烫在煮，众生在这里受苦啊，生老病死没有休息，生了慢慢老，老了中间生病啊，最后一死，从生至死忧愁啊悲伤啊苦痛啊烦恼啊啊，这个烧煮不晓得有多少啊，太多了啊，假如现在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呢、啊、我相信都能体会到这个世间呢、啊、生老病死有被苦恼的烧灼的情况，不用细说，自己回头想想几十年来的经过大致就可以知道了。这些苦还不止如此呢，亦以五欲财力故受种种苦，同生至死为什么贪求世间五欲的享受？五欲两种讲法，平常讲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啊。越五根对五尘讲就是色声香味触，实际上财色名食睡也不出这个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界，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追求这些东西在享受啊，为财为利的缘故啊受种种苦。世间人为了生活，为了赚钱，为了子孙受多少苦啊，这个苦还算得出来吗啊，这个种类的苦太多了，所以叫做种种苦。又以贪着追求故现受诸苦，现受众苦，后受地狱畜生恶鬼之苦，贪着追求世间的享受，那么有贪心有追求，造业就多了，造业多，现在正在追求的时候就够你苦了，现在受种种的苦，现受重苦，现受重苦还不止如此，那你造了罪业将来还堕落地狱，堕落三恶道，或者是畜生，或者是恶鬼，三恶道里面受苦啊。纵然修了世间善法啊，身在天上，若身天上即在人间，贫穷困苦，三天一时享乐呀是坏苦啊，将来堕落又是苦苦了，五色界也是行苦啊啊，那么八万四千大劫的寿年满了还是堕落，堕落也是苦啊，所以三天最后堕落一样是苦。如果生在人间，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人道众生，所以佛对人道众生的苦恼说的特别多，所以生在人间的人呢、啊、贫穷困苦，世间上啊还是穷人多哎，固然是上亿的大财富家有，不算多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财主啊，世间还是苦人多啊，谁知世上苦人多，所以世间贫穷困苦的还是相当之多啊，例如现在在台湾
一般人的物质上的享受不是很高的水准吗？可是你到外边去看看，还有很多穷人呐、啊，这衣食住三长不足啊，这种穷人还是很多的，贫穷困苦。不管贫穷富有啊，下面几种苦他还是不免的，爱别离苦，生离死别，你最喜欢的人跟他离别，恩爱别离之苦，冤憎会苦，冤家聚会，这些苦恼，人人不能免的。世间人呐、啊，凡夫啊，有爱必定就有憎，有憎必定就有爱，憎跟爱呀、啊、是相连的，憎就是憎恨呐、啊。你有所爱的人，就有你讨厌的人，有爱就有恨，有恨就有爱，恨一爱，彼此不相离，众生就在这个憎爱当中过日子，憎憎爱爱，爱爱憎憎，没有了结呀、啊。那么你最喜欢的人想要跟他在一起，偏偏远离；你最讨厌的冤家不喜欢跟他在一起，可是偏偏冤家路障，偏偏在一起啊、一看到眼中钉受不了啊、可是偏偏在一起，很奇怪的，众生的业力真是不可思议。如是等种种诸苦，众生目在其中啊，欢喜游戏而不觉不知。如是指上文所说的生老病死等苦了，等者等也还没说出来的，求不得苦，无蕴只是苦，好多好多啊，110苦等，佛经里面说的最多的苦恼啊，110，实际上84000，啊，这种种诸苦啊，众生目在其中，目啊好像是在水里面呢、啊，目在水中啊，溺在水中。众生在这个一大苦海中啊，在哪里游泳啊，在哪里游戏啊，他还欢喜呢，以苦为乐啊，那么他家里增加一个孙子啊，他好高兴啊，又添丁了，增加一口了，好高兴啊，实际上麻烦来了，以后的工作更多了，阿公阿妈都爱骗孙了，那问题就更大了。可是他觉得很快乐啊，哪有一个世间人不是觉得家里增加一个人不是很快乐的事情？众生都是以苦为乐啊，都是以苦为乐。那么既然以苦为乐这么颠倒啊，所以他在苦海中啊欢喜游戏啊，我们大家就在这个苦海当中游来游去啊，再去为这边修过来，也不为这边修过去啊，一天到晚就是游来游去，好高兴哦，你们大家有的从高雄游到这边来，等一会又游这个地方游到高雄去，我们每个礼拜就这么游来游去游一次，不过游到这里来还好的，为什么好呢？这里可以闻到怎么样是游啊，游的方法这里可以学到，将来不要游在这个世间的苦海里，往上游啊。那么众生在这个地方游来游去啊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不觉不知，明明苦恼的事情他们自己不觉得，你问他苦吗？蛮好很快乐啊，一点也不叫苦啊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，你跟他说他也不了解，所以他呀不惊不怖，怕什么？他还惊吗？会惊不？会惊，会惊，当然就是不惊啊，他也不怖啊，怖就是怕怖啊，那么他也不怕不怖，不但是不惊不怖啊，而且不一不生厌呢，他不会厌离呀、蛮好嘛，如果是今生100岁，离开这个人世了，再过20年他又来了，又是一个年轻人，又在这儿玩了，又在游了，他不生厌，也不生厌，一不生厌就是他在这里，他不觉不知，不惊不怖，也不生厌。既然不生厌，他还求解脱吗？要解脱啊，必定要生厌才会解脱呀。声闻人要出三界，就是因为他有厌呐、厌离这个世间呐。假如他没有厌心，他就不会出三界呀。所以既然不生厌，当然就不求解脱呀。于是三界火宅东西驰走啊，一天到晚在这三界火宅里面东西奔走，走来走去。
啊，先天做人，地狱恶鬼畜生，轮转不息，虽遭大苦啊，不以为烦，纵然遇到很大很大的苦恼啊，他不觉得这是苦恼啊，不以为烦啊。佛看到这种情况啊，他心里就难过了。舍利弗，佛见此疑啊，便作是念：我为众生之父啊，应拔其苦呢？舍利弗呀，你要知道，佛出现世间，看到这些众生这么在苦海里游来游去，吃这么多的苦头，看到这些的，佛见此疑，佛看到上面这些事，心里这样想，变作思念：我是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夫，我要救度一切众生，那么我的本分应当啊，要拔济这些苦恼众生，拔起苦难，叫他不要在三界苦海里面呢、啊、这样游来游去，那么要他离苦得乐，与无量无边佛智慧乐，要给他出世间的佛的智慧啊。哎，你们不要在这世间游啦，这个地方太苦恼了，我们游到佛海里面不是好吗？沙婆罗海，佛也有海呀、啊、佛的国海沙婆罗，沙婆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一切智，等到佛国的一切智，在佛国的一切智海里面游泳多好啊，我们应当到佛国上的一切智海啊去游，不要在这个三界六道的苦海里面游啊，要到佛国的一切智海里面游。所以呀、啊、佛与无量无边佛智慧乐令其游戏啊，佛就打算要给这些三界内的苦恼众生啊，尤其三世子有众善根的有缘众生，更是赶快呀、啊、要给他一个无数量无边际佛的智慧的安乐，就是叫他脱离苦海，跳到佛的一切智海里面去游啊，不要游这个世间的苦海，我们到佛的一切智的国海里面去游，令其游戏，此令这些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三十子五百人啊，我说三十子就是三圣众生，五百人就是五道众生，六道轮回的众生，此令这些三十子五百人呢、啊、让他超出这个世间苦海，升到佛的一切智海里面去游，到佛的国海里面去游啊，在佛的国海里面去游戏，那边好玩了啊，那个地方游啊就没有苦恼了，就很好玩的地方了，希望众生啊出离世间苦海，而升到佛的国海里面去游泳啊，这就是见佛比，何见佛比啊，佛看了这些众生实在很苦，可是众生自己不以为苦，没有善根的你跟他说他也不能接受，就是没有缘的，有善根的过去种下善根种子啊，他有这个啊与佛结了缘呐、啊、多生多结结缘呐、啊、例如后边的化成玉瓶所说的，佛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做十六沙弥的时候，就跟我们这些众生结缘了、啊，佛就替这些三圣根性众生种下善根了啊，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声闻人都是那个时候种的善根，那么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啊，听到佛法能够生欢喜心来学习的，也可能在那个时候也种了一点点善根啊，也许在那个时候是在大通智胜佛的那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做十六沙弥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啊，唔在时时时，下个时阵就加高些啊，啊，就加慢哦，也不一定啊，啊，假如你在那个时候就加高下，就加慢，这阵都记得人啊了，哦，不错了，啊。那么那个时候，如果在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，你是一个蚊虫，一个蚂蚁，那总是结过缘了吧，听过佛法了，而种下善根了，今天呢，我们都是人，听到佛法生欢喜心。你不要以为，哎，你怎么瞧我不起呀、啊？我那是几家旺几家堂啊，说不定我那个时候是个大尊者呢，也许你是带果行因的菩萨吧，那么如果不是带果行因的圣位菩萨，当然是不可能。假如你是凡夫跟我一样的话，就差不多了，我自己这样想，我想我如果那个时候在大通智胜佛前是几家高压，而且几家旺。哦，
那就不错了啊。那么今天呢，那么那个时候种了这么一点点善根，今天与佛有缘呐、啊。在末法时代，释迦牟尼佛入灭了2000几百年，将近3000年，我们还能闻到佛法，对于《法华经》还能升起信心，还肯用心的学习，这就是有缘呐、啊，啊，无缘不能度啊，啊，佛度有缘人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种下善根，这个时候有缘啊，不过缘差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了2000几百年才闻到佛法。那么这就是《法华经》的别和别比当中的第一段，和见佛比啊，以下第二和舍机用车比啊，以下的文字啊，就配合前面的这个比方一一对照说明。那么舍机用车比以下的文字啊，我们留到下次再讲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，下课。